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30分钟一个回忆，15分钟给自己充个电。有人说，工作与生活要分开。哎呦！但我早已经哎呦！我在玩这特效。好好笑哦，就用这个直播吧。哈喽，好奇怪呀、啊。怎么回事？什么鬼东西啊！救命啊！今天就这样直播吧 ，cos 专场，怎么样？是我的手的问题，我怎么关不掉？我来关吧。谢谢大林小红神的夜蝶。你关不掉，是啊，靠，哎呦，要不要把这个线拔了吧？有品质的烦死了，这个电视老是响。好，关掉了。怎么样？今天就这么直播吧，好吧？嗯哼哼哼。拿上我的橙汁，坐在沙发上。我觉得这个特效非常不错，除了有点卡以外。那卡主要是太卡了，别怪你。哪里像天线宝宝？看晕了，不行。是我们卡还是这个特效卡？是我们卡。是我们卡。刚才我连就是打开我的口袋的。换一个特效。那就这样直播吧，好吧。加一个特效。现在呢？这个好，哈哈。要给这个口袋四八一点面子，他好不容易搞这个特效，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把它合理利用起来吗？对吧？今天是小眼睛，真的吗？这么糊吗？哎呀，他没给我们拿拖鞋。装修有拖鞋吗？那我把它关了吧。好了，我关了。现在呢？还糊吗？糊。那我重开一下吧，怎么样？就离谱、啊，好奇怪呀！我在那调这个特效，对，调了半天。这个画面感觉很迷惑、啊，真的很迷惑。哎，你有没有觉得，万一就是只磨了鼻子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干皮，鼻子没卡粉？谢谢你的玫瑰花。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这边整个有个痘痘，好明显，对吧？我旁边是。好明显的痘子，没有，真的假的？这个地方长了个口，长了个泡，上火长了个泡，然后这个很明显，没电了。这是泡，长了个火泡，上火了。
好奇怪，口袋四八为什么要乱搞特效？以前那个多好。这是我之前这个豆印儿、嗯。晚上好。啊，这块是我之前的痦子，就是痣，我有颗痣，我只点了一次，但不知道为啥中间空了，两边没点掉。这都一千二，没开呀、啊。但是我的鼻子没有。但是它自动有美颜了。谢谢三千丈的皇冠戴在我的头上，谢谢你涂个口红吧。真别涂了，对，那把脸上的缺点抹掉，把脸上的缺点抹掉了。等一下，其他人好像挺正常的。哎呦，怎么这么红啊？这小红皮开开，我的卧蚕已经没有了。晚上好。哎呦，吃小孩了，什么奇怪，好奇怪，换一个。口袋四八每次都有更新了，怎么说呢？这个美颜很神奇。哎，我真的，我跟你们说，主要是我真的没有调过。换一个好吧，新口红还没有用。这以后我的直播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怎么这么奇怪？我没有连 WiFi， 我用的 4G。怎么我的嘴巴这么奇怪了？是啊，真的很奇怪。不应该涂口红的。我把月化也关掉，然后瘦脸我也关了，大脸我也关了。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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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还有个小下巴，我这里怎么样？哎，是吧？哎，我现在每一个都往零调，不然太可怕了。下巴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就在你点开你的。哦，我看到了。对，两眼，小嘴。对，还有个小嘴是最过分的。啊，小嘴变小了，真的变小了，哇，好神奇啊！什么怪东西？这个小嘴最小长这样。小嘴也关了，再搞个下巴，有下巴了，有区别吗？没下巴，有下巴，加点下巴，这好烦啊，这特效。下巴是让你的下巴变小，不是让你的下巴变大。是啊，是让下巴变小。对，嗯，转回来点了。哎呦，我跟你们说，像我来。真的假的？很丑吗？为什么？是因为？为什么？你连的 WiFi 吗？周亚蕊？没连。然后就是我皮开的。我没有连 WiFi 啊，我连的是 4G 啊。我的眼睛只剩下两个瞳孔。瘦脸，瘦脸开的。好怪。这个痘痘好明显，今天很成熟的感觉。大眼，很糊，为什么？看到没有？我把手放在这里，我的脸在抽搐。嗯，亮眼，还有个亮眼。现在是镜像，像铜铃。转过来。还有瘦。现在是正常的。你们看到的我左边是。左边有头发，哎，你们看到的我是，这里是右边，这里是左边吧？为什么会比较模糊呢？以前不模糊呀。改心。嗯。快来试一下。我自己不模糊呀。那你
我自己看我自己很高兴。哇，哇塞，外星人，外星人侵入地球，星球崛起，星球大战。为什么？为什么分辨率会很低啊？怪东西啊，真的是。大家都是二次元。我也给你们开个大眼，怎么样？好烦啊！口袋搞这种特效。赶紧把这些都关掉，亮眼很亮，我的眼睛很亮。这个大眼是最过分的。这个人，我虽然很喜欢 ET 一样的大眼，但是这个大眼是没有看过的。谁会有这么大的眼？好看吗？再开个瘦脸，等一下。啊！哇！我说他给大家吃饭，这个筷子说大家给大家吃饭。还有白牙。哇！很可怕。算了，白牙白不住我的黑牙。再开个小嘴。下巴的瘦脸，把瘦脸关掉。再开个下巴。我屁股。再开个竖鼻。再开个亮眼。哇！再开个红润。哎，好点了吧？是不是现在？再开个美白。突然看了之后，哎，是不是突然觉得说，他这一开始这个。还挺好看的。嗨，大家好。有的时候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是很可怕的。当才你看到那么可怕的画面，哇，好烦。再缓过头来看现在这个画面，你会觉得说，挺好看的啊，其实。今天我们就这样直播吧，谢谢 fans 的荧光棒。我真的说实话很迷惑，到底谁调出来的明年特效？对，到底谁做的这些特效？烦死了！到底是谁做的？把画质都搞低了。那天又是迷之锐画。算了，我是大眼太过分了，我的眼睛已经很大了，这么大的眼睛。不必吧，也没有这么吓人吧？调回来。哇哦！哇哦！我都看不习惯我自己的。怎么会这好了，回来了。啊，画质好差，怎么办嘛？可是我没有任何改变，我感觉我这个痘痘都遮不住。怎么就变成脸好大了？你就喜欢刚刚那样子的脸是吧？是吧？你就喜欢刚刚那样的脸是吧？刚刚小瘦脸看习惯了，现在正常的脸都看不了了，是吧？果然，人还是喜欢这个外星生物多一点啊。刘海理不了，刘海就这样，刘海很差。今天早理了好久刘海。你啥也没给我们太方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是马赛克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是马赛克？我用的四季啊。哎呦。对啊，现在是正常的，难道看起来不正常吗？现在的脸看起来都不正常了吗？完了，就是这个磨皮，我只开了50%，总不能一点磨皮都没有吧？然后痘痘都磨都弄出来了。
连个麦取消，取消什么呀？为什么？赵二，我给你连麦看看。把这个美颜关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脸红病啊？没啥面红了。你现在连麦都改变不了画质了，是吗？怎么回事啊？我关了再开吧。这酒店好豪华的现在呢？到底是什么情况？谁会戴这个拖鞋？我也以为我们会出。可能是我的手机带不动，带不动这个特效。是吗？我们这里面都没有抽屉，主要就是我把每个抽屉翻遍，发现我们这里没有抽屉。又丑，画质又差，好奇怪呀、我要把这特效都关了，它自动就给我设机特效，设置特效。我这里面没有音乐，也没有，也没有字。但是我们这个酒店可以放音乐。白羊关都关了。哎，这首歌好，这首歌叫苦行僧，很适合我现在的日子。现在看着正常吗？就是 APP 的问题，别人糊吗？怎么换光线？我们只有一个光线，别人模糊吗？现在比刚刚好一些，镜头擦一下，擦了呀。背景没办法，我躺在床上。好点了，哇，终于好点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那就这样吧，希望它可以倒退一下，不要更新了。更新了，好像没有什么新的好的体验哎。我太想念以前的口袋了，以前的口袋就是你开不开那个磨皮都长一样，对，就很快乐。然后你也不怎么需要化妆，因为你化再好的妆和不化妆也没有区别，就它的那个模糊的画真的会给你磨没了。现在不一样，就是你化完再好的妆，对，它是强制更新的，它都会变成一体外星人。我开个特效呢，看看。开一个潜水镜，开一个小鹿，哇哦，这换一个吧，开一个三只洞，对，我们哥是可爱的，我们哥特可爱。哪里有爱心？眨眼没有爱心。开一个潜水镜，感觉好像那种，好像那种日本的偶像番。炫酷脸模。哇，好炫酷！这个，就这个吧。这个好炫酷，就这个。小鹿眨眼会有爱心啊！哇，猫头，小丑，
高一点的是吧？我能看清点。填词怎么说？交换一个美少女战士。他的填词也很日系，就是他还有很多语气助词，然后我很迷惑，我说这种词，我说这个词不看，就这样吧。谢谢一只眼火火的野蝶，哭了。直播体验极差。直播体验极差，点了一个柠檬茶。打个比方，你有什么不足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嗯，我一直以为就是 MV 会根据 C 的风格来定。偶像翻的那个，偶像翻的。但是好像是我想错了。啊，大家打个比方，就是歌词是和你一起，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对，是我对自己有误解呢，还是公司对我有误解？等一下，我先开个水。对，他们就和一起那那。应不是早就定好的吧？这地方我不要，完全打不开。不要说是校园风了，我觉得校园风都是正常的风格了。去年我们不问将来就是校园风了。我们这个风格，下一秒就要去那个了呀，制作动画了。因为我们的歌词真的就是那种巴拉巴拉咧咧。对。巴拉巴拉咧咧。哎呀，打不开呀！你是怎么戳进去？哦，打开了。我都怕，到时候，等我们那个就是等我们这个。开播的时候开始什么喊？一起三，又过路口男孩，要我们喊这么喊的，我很害怕。好了，打开了。我也觉得去年的好棒，去年的不问将来真的很喜欢。真的超中二，就是那种像那种，那种日本的那种少女偶像番。真的。怎么感觉我们好像真的唱歌前我要一起像生日里那种 musical 真的日本的少女偶像番跟魔女诗篇那是恢宏气质恢宏好吧磅礴大气我们这不是我们这是那种少女偶像番的 OP 这个口音是不是、嗯、我这个英语口音是不是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一群女孩子就拿着麦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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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位琪琪的奶茶，懂吧？对，毕竟我们舞蹈还有这种动作，这是可以说的吗？可以吧？什么动作？哦，我们舞蹈还有这种动作，放射爱心，就是两个爱心比起来放射出去，一边跳嘛，一边转。今年有舞蹈。对，他说了，因为一开始我不是，因为我今天穿的不是很冷酷嘛，我在大家中间格格不入，然后走出来的时候，跟老师说，你不要在那里模特走步，你要跳起来，看起来傻傻的。他说我走出来的时候太炫酷了。对，他说要看起来傻傻的。舞蹈动作，你以为什么？这是我们的动作，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动作。才能贴合我们这个歌曲的主题。不能眨眼。而且。啊，不，眨眼就不能这个舔嘴，是吧？谢谢 Rex 的奶茶。而且广巴很神秘，他到现在都不告诉我们去哪里拍，还让我们自己买那个旅行日记的衣服。你听我旁边这个声音像谁？能听出来吗？因为我的声音跟周诗雨和苏珊珊都一样。唱歌的声音。怎么讲话还不一样？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真不是因为同款雄鹰，那你说同款雄鹰怎么没把我和
这个我们这唱谁唱歌好啊？怎么没把我和刘杰的修成一样呢？对吧？那只能说明是我们这三个就是没办法，声音就是差不多，是吧？他跟我说，他跟我说我都不行。好奇怪啊，看自己。对，声线一样。而且他今天那个老师叫我们跳舞的时候，一直在说。明天会邀请我连麦呀。关了半天没关掉，哎呀，这特效太奇怪了，我都把它都关了还这么奇怪。人生总是会这样起起伏伏，还好吧。听这个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这个话谢谢小西瓜的生日蛋糕。我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拍什么内容。对，他不告诉我们到底是去哪里拍，真的是无语。到时候买衣服都不知道买什么，又不能万一去海边拍，我这一身西装，我买带了一身西装，带了一身西装，然后，哎，我。这是充电器吗？这是充电器。手机没电了，等我一下，我要充个电。谢谢钟如烟的奶茶。然后是一个很少女的歌，在那里拍旅行日记，嗯，就是不是有些许的奇怪了。
现代风。对，现代风，但是又不告诉我们去哪里拍。好，好会卖关子啊，广巴。都市现代风是什么风格？明天去逛逛街，明天2点钟上课，上完课去逛街。我也想问，都市现代风不就白领吗？那我不得穿个西装，西装啥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说。到时候拍旅行日记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等会儿今天晚上再去打听一下消息，问一下我们到底是去哪里拍。哦，说了粉丝就知道了。哦，为了防止粉丝跟过去拍吗？所以就不说，是这样的吗？对呀、啊，他们不比我们找的快。他们一开始都知道是去什么水乐园，完全都不知道。现在好像换地方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我现在还没有见过我们这个衣服，但是我想好我们这个衣服肯定是那种，就是那种，你怎么？我已经见过我们的衣服了。你怎么见过？嗯，他们拍了个图给我。为什么不给我？等会儿给你看看。怎么说呢？就是吧，很少女，上下分体的小裙子。你看过 Love Live 吗？我不比 Love Live 严实一点。哦、Love Live 太暴露了。正经，我们正经都穿很多的，我们没有穿实践的那种。嗯嗯嗯。对，我有卧底。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对啊，我的头发一点都不少女，烦死了。我们这一组是我感觉 top 48里面我是最社会的一组。真的。我真觉得。火龙果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灰色的。我们这组没有几个就是可爱小女孩啊，怎么就分到了一个这么少女的歌？啊，严彬君。都是这个风格的。我告诉我觉得菌菇和这个风格真的是格格不入，说实话。我是来这样的。对，但是他菌菇很帅啊，菌菇站在那里就是哇，这样的，对吧？然后你让他，在那里比心。啊！好笑啊！救命啊！对吧？发誓爱心。就好，奶奶。对。这样光好点，这样光好像好一点，好像正常了一点。啊。没有黑头发的人好。我们根本没有。哪里了？哎，现在有没有觉得？已经是很正常的了。但是青云文也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少女，怎么说呢？他这个歌是那种就是不是正常的少女，是那种看起来就傻的少女。的确。对吧？是那种看起来就傻的少女。青云文，你跳疯了！青云文是这样。一下子清晰了很多，是因为光线问题吗？刚刚把这大眼关了吧，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是偶像派里面就是五颜六色的。为什么我的刘海今天早上才洗的头？不油了。脸一半大，人家还好看呢。我当反正眼睛跟脸一样大，好看吗？可能因为光线问题吧。没有开亮眼啊，开亮眼了吗？亮眼很奇怪，没开亮眼，不能再说了，再说我们俩把这 MV 全都暴露完了，好吧？对，我们把我们知道的已经全说出来了，所以我有啊，七七是六六还是七七啊？完了，黄轩琪，对，我说他黄轩，说他名字吧，他很适合，完全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就是那种。少女，幼儿少女，幼儿少女是吗？就是这我们 MV 的主题啊，幼儿少女。但是
实话，我觉得你去年的时候还挺适合的。去年说实话，刚才我看你们去年的那个 MV 都没找着哪个声音。但是我也是成人吧，我不是幼儿吧，挺可爱的。对，今年他也没有这么矮吧，好可爱啊。他装聪明可能翻车，我觉得装聪明才不会翻车呢。装聪明只要不说话，我这张脸不说话看起来还是很聪明的，好吧。你只要找年轻的那种感觉，不是年轻的感觉，不是找的。不，说实话，延庆都是性感少女了，对吧？就是七七这种幼儿少女。一个少女还能有这么多分？对，少女有很多分类的。啊，我说的是实话呀、啊。我不讲话看起来都很高的，特别是现在更高的。真的是一点特效都不能开。我觉得这个歌的风格很像元气觉醒。不，元气觉醒都是那种正经少女。对，正经少女，正常少女。这个风格真不是。你听过我们当时想的那个粉色城堡？没听过。也是这种少女啊，看着也不是聪明，是那种冒着泡泡丢，差不多就是这种。毕竟我们当时录音的时候，还在旁边笑。而且我今天装扮。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我们背景音乐里面，你们听那个音乐，你们以为是随便找的素材，并不是，他让我们笑。然后到时候要在那，而且他那个舞你们知道吗？就很别，就是我已经八百年没有跳过这么可爱的舞。我也没有很女企业家吧，哎，这个西装还是很有设计感的，好吧。你们居然说她是女企业家，而且你们先想象那个场景，就是因为我一到酒店我立马昏死过去，衣服也没有换，妆也没有卸，直接昏死在床上，昏死到，因为我们七点钟排练嘛，昏死到6:50。然后起床去排练，就我一个人还这么精致，然后我一个人穿了一身黑，在中间格格不入，很像那种黑社会的。昨天晚上没睡啊。女企业家就很冷酷嘛，老干妈那不行，那啊嗯。就是格格不入，你们懂吧？我现在很担心，我总觉得很难受。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风格的 MV， 总不会真的要去拍水浊吧？好担心啊！因为一听这个水上乐园，一开始说是去水上乐园，我就觉得很可怕。可是我现在化妆化习惯了，化不了以前的妆了。我一点都不期待，谁期待？不是冰块，是料。你们看，我现在妆容都很成熟，而且我今天化妆好烂，很丑。我发现了，人不睡觉是真的会变丑。以前化完妆照镜子都觉得，好漂亮，但是今天化怎么会有人化完妆都我没有骂人啊，我骂谁啊？睡觉大家都要早睡，你们又不像我一样早上都没睡，下午才睡觉。飞机上睡的我落枕了，头好痛，脖子到现在都痛。不过我们应该不会坐飞机了吧？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们还要坐车走哎。
还要坐车去，不是在广州拍，是在广州附近拍，感觉什么都报名。U 型者睡得也不舒服。好的，忙吧。嗯。反正你们又不知道是去哪里拍，我也没有暴露很多，对吧？因为我知道的也不是，这就是靠谱消息。我知道的都不靠谱。对，我就是属于那种完全藏不住事的人，一有什么事情，我立马要先和我这个微信上的顶置一二三四五六说，说完了之后再找顶置之后的人七八九十，每个人都要说一遍。今天排完了，今天排完了那个舞蹈那个视频之后，立马发给微信顶置的一二三看，问他怎么样？什么毛病？打个比方而已，打个比方啊，就是举例子嘛，一二三四五六嘛。谢谢尾巴的奶茶，问问他们怎么样？我这个樱桃，什么？我的樱桃，我这个歌的舞蹈，我跳的怎么样？好看吗？每次这个也是，特殊公演也是，跳完了之后，自己在就是在排练的时候拍的视频，都要发给我朋友看一下，问问他。还行吗？你看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对我没有滤镜，他们不会夸我，他们会觉得，他们会说还行吧，然后指出我哪里的毛病。那我发给你们看看，我是在上台之前啊，我上台之前把我要跳的东西都发给你们看一下，告诉大家我就要跳这个啦，你们先提前看，看完了之后再看我在台上跳的。而且都没化妆，穿的也就是排练的时候，对，都超前点播了，这不行。嘴上都是这么说的。过去，开箱，可是我都没有化妆。头发都没梳，戴个帽子。练习一下。我等会儿还要换个床单的，你们知道吗？这个床单它上面居然有头发。不知道是上一个女人，她这个客服她也不收拾啊。这床单上面居然有一根头发。然后我没带床单，我跟前台要了，等会儿自己换，因为他们的客服下班了。我本来排练前让他给我换一下的，结果他换成了赵佳蕊的床，他把赵佳蕊床单又换了一遍，我的床单还是没变。然后我刚打电话跟他说来换一下床单，他说客服下班了，然后我就算了吧，那你给我一套床单我自己换。所以我现在穿着这个衣服肆无忌惮地坐在我的床上，看我的新床单，等会换床单。啥？那不还是要换床单呀？这个床上有，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上一个人他没有换床单，直接就把它叠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床两个人睡是有些挤的。我不知道哎，这个酒店。而且我今天很。差不多吧，一米二的床。带不带折痕就说明没换，床带是哪里啊？嗯。那倒确实，这个床
酒店是这个卫生条件没做好，但是曝光视频给媒体，那我是不是火了？广州酒店隔音很差，还好吧，我们隔壁没人。这个现在怎么都这么发达？人家道长都知道在网上宣扬他的这道教，我还要带本书，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们明天还要排练一天，后天就要去拍了，好快哦！我感觉应该不累，因为我们要拍好多天，拍到9月10号吧，拍3-4天呢，只拍三天吗？那我们在这这么久干嘛？我们9月11号才走呀、哎。握手啊！握手9月11号我。嗯，明天排练，后天大后天，可是后天拍4天。八九十，好吧，那八九十应该挺累的。明天不用早起，明天2点钟排练。这玩意儿，它的旅行日记就拍拍照片就行了，拍照片很快的，1个小时就能拍完了。我就把那书。你这个啊，很高明的做法。你不问我，你拍 vlog 吗？你直接说期待 vlog。有点东西啊，别人都是，能不能拍 vlog 啊？有没有拍 vlog？ 你是期待 vlog？ 意思是我肯定拍了，你怎么这么自信呢？我看到有人现实的人是12号。vlog 什么时候有钱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vlog 居然有钱，哪里来的钱？拍抖音有钱？谁说的？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们？你们这啊？他们那个排名有钱，我们那个排名没钱。是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哇，他们说拍抖音有钱，等会儿我立马去问问姐姐，好吧？我们这里没有。哦、他说拍一条500，那我能拍到他破产。马上月入就50万了啊！真的吗？老刘说他们 vlog 和抖音都有钱，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人说？点赞要求，人可能说10000赞的点才能给你500。那我给自己买个赞嘛，买10000赞才多少钱？对吧？中间还说差价的那点。为什么我们没有说？我们没有说拍 vlog 有钱啊？难道是他们 UG 拍 vlog 和抖音才有钱？我们 NG 拍 vlog 和抖音没有这个要求。什么9.9块的10000赞？好，去买啊！9.9块，那我净赚490。我去问问姐姐，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消息，完全没有这个消息。那这样子的话，我每天都拍个 vlog 好吧？每天都拍，我每天干嘛？我每天发一条 vlog。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等会儿结束了之后就立马去问。每天发一下，我早上睡醒了，大家好，我睡醒了，大家好，去排练了，大家好，排完练了，大家好，去吃饭了，大家好，吃完饭了，大家好，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晚安。有播放量要求吧？还好吧，我这个 B 站的播放量还是行的，基本上都能上个10000。老刘天天发 vlog， 怪不得他天天发 vlog。我之前也天天发。因为他们有钱啊，对吧？我天天发，我没钱呀。我知道。只能说明你热爱 vlog。抖音要点赞破多少才能有钱？真的假的？在就是你们还没有来的，就是在我刚来的那一年，说抖音，只要你发抖音有10000赞。我们那一年好像也有，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听说也有一个月只能发几条，好像4条。对，1万，然后1个月上限。破4000赞，那还挺难的。那我这个抖音还是没有这么多赞。我老刘没有用啊，老刘跟我们又不是一组的，我们是 NG， 他是 UG， 负责的人是不一样的。可是我的手机像素太糊了，拍不出来高质量的东西。
我每次都好羡慕别人这个抖音怎么可以像素这么高。内容高质量，什么才叫高质量的内容？是这个爱恨情仇吗？就是那种演戏的女人，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样，穿越回来才发现我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最近很火的，我喜欢的女人，她这个要求我资助她，然后我是她的舔狗，我必须要资助她。哎，怎么又来了一个人？
好笑吗？也没有很好笑吧。做人不能太舔狗，对吧？不需要任何挽留，直接挂掉，下次再说。对，就要干脆，做自己。怎么就变成？他说他不喜欢我，他要去喜欢赵佳蕊去。怎么啦？我还不能挂他电话吗？真的是。他没有吧？他地位很高的例子，例子是最会做饭，是我心里最会做饭的人。他做饭是最好吃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你会因为做饭，哎呦，这速度够快的呀！哎，张怡真的是无缝衔接啊，对吧？怎么跟我是完全不像一个软件出来的人？是吧？无缝衔接啊，张姨。对，抓住一个人的胃，就抓住了一个人的心。太快了，他。昨天晚上我没睡着觉，然后去吃的那个螺蛳粉火锅太好吃了，我的就是一直还怀念着那个。个螺蛳粉火锅，然后晚上我又睡不着，然后栗子又给我煮了一碗螺蛳粉，我三点多吃完一碗螺蛳粉，然后就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直接起来化妆了。对，你以为他是舔狗，他其实是海王，而且是一个会做饭的海王。是因为睡不着才吃的，对，螺蛳粉是早餐。因为睡不着，怎么可能闻到螺蛳粉味？对，结果然后下飞机之后，我直接就那个晕倒了。我现在没有螺蛳粉味，我又没穿同一件衣服啦，穿睡衣吃的螺蛳粉。没有螺蛳粉味啊！我今天特地在我的头上喷了香水。你这看至少我头发跟上次长得不太一样了。谁没有睡衣啊？我有睡衣啊。在栗子家吃的，没在我自己家吃。但我之前头发，你知道，你看我头发颜色现在是一个比较偏深。对啊。那我之前是比你都要浅的黄色。对啊，螺蛳粉睡衣放在了那个脏衣篓里。手打柠檬茶。我知道，因为你没有皮痒。很有的聊啊。张姨和别人连麦很有的聊。我配色了。很会聊天。谁好爱他？哎，这天聊的我真的是。这天聊的我。是吗？他连了多少人啊？我没有算，这有什么好算的？我真好生气哦。肥子不是已经下播了吗？他刚刚不是还在我这里巡逻了一下，发了个弹幕。OK 啊，我要等我拍 MV 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耳钉拿下来，很不合适。你不是晚上好。我接受的，我可能换洗脸色好，因为昨天染。昨天还没洗。我再播一会儿就下播了，好吧。直播的，除去前面的两段不成功的直播，呵，谢谢硕帽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哇，这个，这刚刚好，嗯，谢谢硕帽的两个皇冠。谢谢你的两个皇冠，
谢谢硕帽的三个皇冠，谢谢你的三个皇冠。这是什么来着？我有点印象，但是我不记得是因为上次电台说了些什么。我们俩对吧？上次电台说了些什么，所以才有。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说对1500块钱是干嘛来着？然后我说什么来着？哦，环球影城，哦，想起来了，你看挂了吧，真的是。我看了他们，梦慧他们都已经去环球影城玩了。不过我算了一下，去一次环球影城的活，你至少净花费得花费个3000-4000吧，好贵啊！首先票要600多，去吧你得买魔杖吧，魔杖还好，魔杖我有一个魔杖，以前握手会的时候收到了一个魔杖，然后你得买校服吧，你得买霍格沃兹的校服，对，然后你得吃饭吧，吃个饭也很贵，算呀，然后你得住酒店就不用住了，可以在。周湘和金罗赛的房间里蹭住。肯定想去啊，大家都想去。对，然后就算上机票、吃喝什么的，好贵哦。没有，好想去啊！而且现在人好多，现在环球影城人好多。对，你们知道吗？在广州待的这几天，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我的迪士尼要过期了，迪士尼的门票就要过期了。没有，不，门票还是1500，是那个叫什么快捷通道。不啊，我们已经好多人，我们队约好了，好多人都想去，已经约好了，在今年冬天一起去，因为冬天会下雪，下雪的那个更好看。就是屁股先着地那种，直接这样拍到的。因为我感觉我今天嘴角好向下，整个人都是这样。脚都从沙发上抬起来，所以想让嘴角向上。对啊，下雪肯定很漂亮。好，过山车不可能玩的，这辈子不会玩过，再也不会玩过山车了，好吧？永远忘不了静月上次强拉我去。哎，为什么可以聊这么开心啊？因为我们俩会聊天呗。哼，好吧。我问一问不行吗？我问一问不行吗？真的是。哎。现在呢？还卡吗？好了。怎么回事？真的是奇怪啊！我用的是4G，这破广州。我玩游，我打野，你辅助我。哎呀，我没有说广州不好的意思，这个破网。你的这个凯哥哥可以辅助我。没问题，我凯哥给你摇背打。又卡了。好的，我到时候我去抓人，然后就是。好，对啊，就是你去抓，就是我们一起去抓人。对啊，好羡慕他们两个，好快乐，怎么会有这么多话聊的？因为我是阴阳护卫队嘛。怎么就会有这么多话聊？不要害怕，我被举报，因为我是阴阳护卫队。为什么你是阴阳护卫队？因为我讲的你。哈哈。讲的你就可以加入阴阳护卫队吗？对啊。我也想加入，他有什么好处？不行，我跟别人聊天没有话聊。我只会跟别人说你今天吃什么了，好吃吗？好的，下次再见。因为我们阴阳护卫队，我们比别人高一等。学习一下聊天的技巧。本人是一级不会聊天患者。我跟苏珊珊今天在微信上才聊了，讲话已经没有可以聊的了。扣分。失败，我觉得跟他打的
啊，你们知道吗？那我聊天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干嘛？西安好吃吗？看看琪琪在干嘛。琪琪没在开直播。骗人。对啊，就吃了吗？好吃吗？去哪吃？哈，广州。哎呦，我们今天刚到，住的酒店在哪里？不知道聊什么。张姨好会聊天哦，赵家人好会聊天哦，带我一起吧。不理我。好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去。我跟你说，我的音响会特别推，他会给你起个化名，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声音。嗯，帅，对，化名，我叫姜某。为什么要叫姜某？我强行加入。潘长江的江，猛就是大猛，大猛男的猛。大猛一的猛。就我就江猛。为什么要姓江啊？他给我起的化名，就是他就是我只要加鹰眼护卫，他会自己给你起。鹰眼护卫队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执法的，真的。他们聊的什么呀？为什么我听不懂？当然是真的了，我能骗你吗？你忘了咱每次周香在直播，我跟周香联系。什么复位？周香在哪？没有，他电台我连不了他。你想一想，他是电台吧？我没看见他呀。对，那就是我。连不了。就是我。金罗赛。金罗赛也不在啊，金罗赛也连不了。是我。对，我会保护你。哎，就触及我们队友，我们队友太菜，触及他。没有人可以。对，我要升职，我现在已经是我们那个区的那个副位了。肥肥下播了。我要升职，我要升他那个班。涂个口红。啪啪啪！首先是护卫嘛，护卫之后是护卫，你懂吗？护卫。护卫啊。和护卫，他能成为更最高级的战法。最高级，他厉害，他可以，比如说你护卫，你可以举报一个人，他这个，他这个可以举报十个人。哦，我欣赏这个技能，我每天去给别人出警。啊，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这是我最喜欢的橘黄色，怎么可能不行呢？大总监，等我当总监。就当总监之后，他就是干干的，我喜欢干的。不过今天的嘴巴有点太干了，不合适。nice 啊！到时候我们就在里面横行霸道，每天在那颠倒是非黑白。啊，我们这个坚持正义，不颠倒是非黑白。我社恐。你让我跟不认识的人连麦，你不如杀了我。他如果真的坚持正道的话，他不会被我扣分的。他如果被扣分了，肯定是就是因为他这个网友。好吧，那就看看许楚文在干嘛。跟许楚文直个播怎么样？连个麦怎么样？那这个游戏就很多神奇的玩法，就是你们就单纯在玩。都不是在玩游戏，你是真的在冒昧。好，我邀请了。因为我是个鸡蛋保姆，我玩游戏。没意思。这个区，只是。鹰眼护卫队护卫长。
我把下巴关了啊，我应该开瘦脸，不应该开下巴，对吧？开错了，怪不得我没有他那种感觉。要这样，啊，有了。玩游戏，除了游戏本身以外，我是。开错了，怪不得。换个人连麦。嗯，我在峡谷里面走秀，看风景。算了，不连。你是不是在暗暗的骂我游戏玩的不咋地啊？啊，没有啊，我觉得你玩挺好。真的吗？真的吗？人有。说什么？这会聊天啊？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说。我觉得你可能就研究别人去了呗，你没有研究游戏本身。不。我们没，我们还是专注自身吧，怎么样？毕竟我开直播也只是为了想和你们聊天而已，为什么要和别人这样子喧宾夺主了呀？我和别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日常生活，而和大家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可以聊天。我一点都不想加入旁边的人，好吧？因为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聊天内容。怎么他们直着播直着播还听你了，是不是过分了？张毅，你开直播是为了跟赵佳伟聊天的吗？是啊。好，那我不予置评。他跟我说要带我飞，我跟他说让他看一下我的历史段位。我不予置评。我一个手机没办法 Kimi， 不是 Timi 吗？他可以带你一起钓到青铜。我给他玩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钓断了。你怎么又开了一遍 Timi 啊？因为他要飞机，昨天没玩，他就飞机了。我看一下。可是我的手机没办法录屏直播呀。我没开的下，我关掉了。开的也太大了吧！瘦脸一点都没开，可以吗？张姨，现在苹果也可以玩游戏直播了呀。真的？我们下次听蜜的时候直播吧，怎么样？让大家看看你这个水平怎么带赵佳蕊上王者。什么？你说什么？我说让大家看看你这水平怎么带赵佳蕊上王者。我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评论一下吧，因为我们就这几天又开始玩王者了，先不说肥肥这个水平吧，是无人能及的，他是真的很不错，就是我们排第一的水平，下一个水平就是我了，对吧？我可以排个第二。真的骗你们干嘛？为什么要打问号呢？你这么不值得相信吗？我的水平。我给啊。你直接点开我的主页。肥肥直播打得很菜，那是因为他没有带我们一起直播打。我们是稳健的 N2 上分车队，好吧？我们可是把肥肥带上王者了。王者的意思。我是铂金，因为我已经800年没有玩了，已经掉到铂金了。然后张怡是钻石 ，Kona 是星耀，我们把肥肥带上了王者。对，我们五排把肥肥带上了王者。我是铂金啊，因为我800年没玩了，并不是因为我菜，是因为我800年没有玩了。真的骗你们干嘛？你们问张怡，张怡，肥肥的王者是不是我们带他上去的？他不是因为我们下来，是因为你们双排的时候下来的，不要把这个锅甩到别人身上，好不好？是你的，你不要看着我说这句话好吗？是不是你们双排？你他掉王者的那次是不是因为你们双排？那他上王者的那次也就差两，就
难怪上次我掉断了。是因为我们五个人他才上了王者，好吧？我不相信。我只能说是恰好了，恰好。下一次我就直播打给大家评评理，看看我们这个上分小车队是不是很稳健。我们是 N2 专业上分车队。可以啊，那你要。那你要祝我好。我要去打野，给大家安排好位置。我屌，好想现在就直播一把。打野啊！好想现在就直播一把王者荣耀。他打野不重要啊，我们打野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射手和法师。打野完全不重要，他只要在那把野打死了就行了。对。他只要把野打死，不要让对面的人反我们野就行了。你知道百姓对你的侮辱了吗？我知道，我听到了。谢谢三千丈的夜蝶。你什么小废物？你对着他说好吗？对着他说，对着他说。你是什么小废物啊？你不要在这里嘴炮，我们现在要下直播开一把，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厉害。现在就下直播开一把，给大家评评理好不好？你怕了吧？你不敢？好了，不用找借口，你不敢，我懂。说实话啊，上一次啊，我见到有人就是因为游戏这个跑流学玩儿够菜，而且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我。是你爹。我上小学六年级。谢谢佛生佛系养生安静的皇冠。我觉得你弟弟和张宇有的一拼，因为他就是那种菜而不自知，他总觉得自己很厉害。可是我弟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是王者了。真的吗？那张宇不配跟你弟相提并论。没见过我和蕊蕊的水平吗？我弟当时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就是王者，就是刚有这个游戏的时候他就是王者。不，张一他只会凯歌和那个嫦娥。那他不算呗，我弟比我小一岁。对。2007年。但是他的凯就是。打的是什么样的吧，就不重要。凯爹是叫凯什么？反正叫凯。哦，那他就不是凯爹，他的凯是凯弟。就是必须，人家叫凯爹也是因为打得好才叫凯爹吧，是吧？他叫凯弟。太吓人了吧你！我们都是玩的啥？我一般是玩虞姬和中路法师吧，没有玩了，玩的很少，不怎么会玩，不怎么会玩其他位置。但他是几年级就上了王者吗？不啊，陆姐她喜欢打野。对，小学生啊。对啊。但是我的程咬金也很棒，我的程咬金可是很了不起的程咬金，我的程咬金可是可以一拖五的，但是就算我一拖住了对面五个，就是和他们五个在对面的野区绕圈圈，可是我们家还是输了。傻了，怎么会？上人家小学生这么厉害吗？当然了。真的吗？没看到那些，哎，怎么感觉我来了上海以后都没有什么综艺啊？他们以前又有狼人杀，又有王者荣耀，好羡慕。希望我们也可以展开一下，给大家发挥一下我的才能，好吧？我的游戏天赋，我的游戏天赋，我这个叫什么？想要表现的心已经蠢蠢欲动了。可是这样的话，他们没有时间练职业赛，他们就有时间在我们这种业余的里面大杀四方现在直播，那不行。没有自知之明的呀你。嗯，我们对狼人杀玩不起来，因为我们对狼人杀有很多很菜又
很不会玩的人。就比如说胡小慧。后来什么狼人杀都是这样的。对，是吗？你知道他之前玩王者荣耀，他玩安琪拉，对着红开了个大，打偏了。胡小慧，我永远记住，我永远记得上一次我跟他都是狼队友。他，然后我在那里就是怎么说呢，大家都对我的身份就是很相信的时候，他非常积极的把我出卖，他说你就是狼，你就是狼，你就是狼，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好人。没有办法，我真的是当时好像第一次玩，后来我教他，其实你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倒钩狼，但是没必要把他的狼队友出卖吧。他很坚定，他说我就是看，我就是你就是狼，我就是觉得你就是狼。虽然我不记得是什么前因后果了，但是我就记得他说你就是狼。狼人杀的话，胡小慧就要第一个把场投掉，不然他一定是，他是第就是四头狼就可少三头狼，少四头狼就少了一头狼，变成三头狼，就是三打很多人。在总选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打王者，一直说我们是先末位淘汰制，谁的战绩最菜，谁就淘汰，换另一个。王者荣耀怎么玩？谁是卧底？其实。这样吧，今天太晚了，等下一次有时间我就给大家直播王者荣耀怎么样？虽然吧我很久没有玩了，水平还是没有那么的厉害，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队嘛也绰绰有余了。怎么说？对，就是那个上我们把我们上分小队拿上来好吧。那我直播完狼人杀的话，你们听到我在里面讲话吗？啊，不是直播完狼人杀，直播完王者荣耀的话，能听到我在里面讲话吗？可以哦，哇哦，那你们能看到我在里面和，万一我要是和对面骂起来，你们不是都看得一清二楚？帮我，你们怎么帮我？你们也帮不了我。我肯定是开语音，开这个叫什么打字码的呀，就像刚刚两两鬼，我要加入周厢了，朋友们，我现在去加入他怎么样？再播五分钟吧，再播五分钟，我去加入他，问问他什么时候结束，我卸个妆，等他那一把结束之后，我跟周厢打。我现在不知道他们什么，可以吧？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这个他已经结束了，他已经打完了。他要关直播啦，那没有办法。我明天不拍啊，明天是排练，要去买这个叫什么来着，旅行日记的现代都市装。对，现代都市丽人装。他说他再也不直播打游戏了，我等会儿去安慰他，我要跟他说。并不是你直播打游戏的错，只是因为没有跟我一起打。对，他跟谁一起打的？他自己单排的吗？完了啊！那我直播打游戏的话，大家不会发现我这个王者荣耀里面一个英雄都没有皮肤。好尴尬呀、啊！我好穷啊！我跟你说，我最近新买赵云新皮肤老漂亮，你会给你炫一下我回城。你会赵云吗？会。那你买它干啥？好看啊，好看就够了。我在里面走秀嘛。好丢脸啊！但是我的 QQ 飞车很豪华的，虽然我王者荣耀没有买皮肤，但是我的 QQ 飞车很豪华的。屌！早知道不在 QQ 飞车里充钱，去充王者荣耀。因为我太穷，因为我从来在王者荣耀里面没有充过钱。然后晶晶说他觉得我太穷了，他要在今年过年的时候送我一个 P
皮肤，送我一个最贵的皮肤让我挑。可是 QQ 飞车没有任何挑战。你跟他说你要武则天。我不会武则天。行吧。过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新年礼物呀。武则天好贵吗？武则天大概这个168是不是有些太贵了？这个是2000，我靠！我靠！都怪这个武则天让我震惊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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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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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贵了，没有反应过来。语气助词，以后我会注意，更加注意这个讲话语气，好吧？2000实在是有些太贵了。最主要的是，这个武则天是怎么穿出去？别人会膜拜我吗？是会觉得哇，太有钱了，我要让让他，我不杀他了，会这样吗？武则天要抽的，我唯一有的一个皮肤碎片，集满了多少张来着？58还是68片？我换了一个这个6块钱的，哎，我买过皮肤，我买了一个那个蔡文姬的皮肤，但是我不会玩蔡文姬，他那个时候有个6块钱的限定，我想哇，6块钱不买就亏了，我立马买了，但是我都不会玩。因为别人玩蔡文姬是奶嘛，就是很奶，但是我玩蔡文姬就不行了。我这是一个行走的这个小奶瓶吧，还要努力吸。蔡文姬还是很重要的，好吧？确实，这样子是有些略微有些寒酸了。那这样的话，肥肥打游戏不是很炫酷吗？他有好多皮肤哦，他每个皮肤都好漂亮。他每次跟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就是在我们那一列就是最与众不同的，他最炫彩。我才不要租个号呢，我是那种虚荣的人吗？有皮肤又怎样？不会玩没关系。可以下，可以就是去接触一下，对吧？没有皮肤重要吗？没有皮肤我也可以上王者啊，这重要吗？这不重要啊。对啊，我用实力来证明，我们讲实力的人是不需要买皮肤的，这样子打得好。到时候有很多人给我送皮肤，他会觉得哇，哥哥太帅了，然后让我带他们玩，开玩笑。咋啦？你怎么突然显出心虚的表情？他说他点了很多东北菜，东北菜吃不完太多了。好，那我们等直播结束之后去尝尝。行了，我把百姓也叫上，等着放那儿，我给你品尝一番啊。广州东北菜能好吃吗？谢谢居太白的野蝶，对吧？到时候他们都送了我皮肤，就是卢天慧和张怡跪在我的脚旁边，哇，白金鱼你好厉害，我们送你皮肤，你带我们玩吧，带我们上王者。已经给自己爽到了，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好吧？这个沉默不知道是哪个。哎呀，我说几点钟下的？45下，好吧？还是很开心的。就是突然发现什么，就沉默了。
谁说十二点下直播？十二点有些太晚了。今天会早睡，今天好困啊，你这个法令纹都变深了。那目前没有点歌活动哎。栗子被抓去排练了，他要排练啥呀？哦，对对对对对，他要去参加武则前辈的生日公演，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赛了。好的，我等会儿一晚上一下子就睡死了，好吧？等会儿洗完澡把床单换一下，换完床单之后就睡觉，先去吃个饭，先卸妆，然后再去吃饭，吃完饭之后洗澡睡觉。我们今天的餐标都没用哎，只用了早上的。对，毕竟我们的奶茶还没给我们开发票。不可以开发票吗？我不知道，你帮我问一下。我们每天都有好多餐标，我们一顿50块钱。50块钱。我今天说哇，那我们一天有150块钱的餐标，我说哇，好幸福。张雨欣说就这点出息。您看，你们跟我一样的反应，我说哇，好多啊，好幸福。但是叉叉说就这点出息，一顿50，一天有150，就这两天，因为这两天我们住酒店。我也觉得好多，难道他们以前的餐标更多吗？因为我表示哇哦哇哦好多钱的时候，叉叉很不屑。对，一顿50，我们一天也要20。他们700一天啊？哦，谁？他说他们叉叉以前出来700块钱一天，那得吃什么呀？吃鲍鱼吧。你以为鲍鱼有那么贵？看你没吃过，那得吃龙虾，你知道吗？龙虾我觉得没这么贵吧？哇，他们可以从早吃到晚。天哪！怎么有这么贵？以前在迪拜是700。哇！我会哪有700？很的羡慕了呀，700块钱，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哪天可以吃什么，那我得从早就出去吃，早上出去吃，中午出去吃，晚上出去吃，天天出去吃。一天700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一天给我700该怎么花。对，都不知道该怎么花。我都不知道该去吃什么。真的不知道吃什么才能吃到700块钱。好，今天去欧洲了。700人民币啊，700人民币也很贵了呀。可是去的是欧洲，这欧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不知道。你知道那边是挣欧元花欧元吗？啥意思啊？但是饭也没这么贵吧？10:1，45了，就是10块钱等于1欧元。那反正我也要下，45了。比如说一瓶水叫1欧元，1欧元是10块钱，那700块钱也挺多的，可以喝70瓶水。你就这点出息、啊？拜拜，我要下了。打扰了，让人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晚安，晚安。你这样也换个汽水什么的吗？我要卸妆去了，拜拜。晚安，晚安。